不用了。你害臊啊？你们老张家哪个不是人杰鬼凶的？怕什么？哎、洗个澡有什么好害臊的？没洗过澡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衣服是你表哥的，不一定合身，你洗完了赶紧换上啊。嗯，走了，走了走了。哎，还害臊啊？好，我走了啊。好好洗啊，真走了啊。真不愧是他老张家，一个小孩出门都带这么多钱。六子，银票给你搁桌上了啊。死娘们儿！我表哥他人呢？你表哥啊，搭下班车去哈尔滨公干了。我俩本来打算一块儿去逛逛，这不就碰上你了，缘分呢。丈夫电话嘱咐了，让我明儿一早把你送回家去。好，六子，看在嫂子的面子上，可不许再乱跑。嗯，床我给你铺好了，你睡床，我睡沙发。哎呀，这么晚了，赶紧睡啊。嗯。还是跟我生分呢，那你赶紧睡，我去外屋抽会儿烟。这世界很酷。